喂，儿子，我去机场接你妈了，这航班信息没错啊，可最后一个人都出来了，我也没见着他们的人影。不是，你说你妈带着你姥姥你老姨仨人去韩国整容回来，你说这仨人我怎么一个都没见着呢？什么？你妈都回家了？哎，儿子，你妈整得漂亮不？啥玩意儿？回家自己瞧。这臭小子跟你爸还玩悬念。来了来了。哎，你不是到机场接我们吗？是你呀。哎呀，我去了。你说你整成现在这样，就算跟我擦肩而过我也认不出来呀。你让我看看漂亮不？安妮哈西啊。哎呀，你离我近点，让我仔细看看。哎，就这距离爱看不看。你看看看看看看看。哎呀妈，这韩国的整容技术就是高。哎呀妈呀，太可爱了。哎呀妈呀，太靓丽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，干啥呀？不干啥。不干啥干啥呢？没干啥呀。没干啥，你这干啥呢？我这干啥？我这干啥？你不明白？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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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。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？你说你去韩国，一走就是半个月。半个月咋的了？你就不想我？不想。凭啥想你呀？不是你凭啥不想我呀？行行行行，你不想我，我想你，行了吧？过来，有话就说，过来干啥呀？你不过来，那还能干啥呀？啊？哎，常言道，小别胜新婚。你说你这一走就是半个月，人家要怪想你的，趁你妈、你妹不在家。赶紧的吧、哎！干嘛呀，姐夫？不是，你不是你姐呀？你知道我不是我姐，还对我动手动脚的？就算我是我姐吧，那你也不能大白天的连搂带抱的呀！打你一进门，我就看你那小眼神不对劲儿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小鬼心眼啊！不是我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敢对不起我姐。小心我弄你！不是，他老姨啊，这是个误会。老姨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说这不扯呢吗？我小姨子，这去韩国整完容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挺漂亮的。你说我小姨子整成这样，我媳妇得整成啥样啊？哎呀妈！我小姨子又回来了，不是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刚才咋的了？就是没咋地。那什么，你姐呢？我姐啊，我姐76年的时候在浑河洗澡淹死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还没消气儿啊你？不是，你说你姐对你挺好的，你咋咒你姐呢？不是，这怎么是咒我姐呢？我姐她76年洗澡淹死的时候，那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姐82年生的，76年淹死的。我姐什么时候怎么变成82年生的了呢？我姐明明是52年生的呀，正好比我大2岁。52，你比你。不是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谁呀、啊？啊！我还能是谁呀、啊？我是你儿子的姥姥，媳妇儿的妈，你这个小兔崽子的岳母兼丈母娘啊！你是我妈呀！你说这不扯的吗？你说你这一整容你，我这一整容怎么的？不是，没怎么，挺好的，漂漂亮亮，摇摇道道的。臭小子，我跟你说哈，妈这岁数大了是吧，这漂漂亮亮的不敢说，这摇摇当
你说谁腰疼？不是妈妈，不是那意思。我想问问您啊，您说你们去韩国整容，那地方呢是根据你们长相不同、条件不同分别设计，还是说像咱这做月饼似的拿模子扣？不是你合着我这整的像月饼似的？不是妈，我不是说您整的像月饼似的。那整什么？我是说你整之前跟月饼似的。什么玩意儿？这里就没有月饼的事儿。你怎么整的跟他老姨一模样呢？整一样的不好看呢？挺好看的。刚才我看见他老姨了，哎呀，整完了以后老漂亮了，特别可爱。我还以为是他姐呢，我扑上去差点扑上去差点咋的了？没咋地。没咋地？就你小子这作风，你扑上去能没咋地？我真没咋地。我现在严肃的告诉你啊，我把我大女儿许配给你，我都已经够后悔的了，你咋还要往我们老二身上扑呢？啊，我怎么的？你还想把我俩女儿都承包了呀？啊，我不是哎，妈，我错。呸！妈，我没那意思。啊，哎呀，这家是没法待了。你说我老丈母娘跟小姨子长一个样，你说我这，你这让她误会了咋办呢？我还是出去躲躲吧。我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过来。不过去，过去容易出事儿。出啥事儿啊？那我过来，我看看。能出啥事？能出啥事？行了，我不会上您当的，您就不要冒充我小姨子来考验我了，行吗，妈？啊？你跟我叫啥？妈呀！我这刚走半个月，你就嫌我老了呀？你别老动手动脚的，回头说不清楚。怎么就说不清楚了？我现在我就说不清楚了。我要说你是我妈吧，你还有可能是我小姨子。什么妈呀，小姨子的呀？我是你老公。人啥玩意儿？你是我老婆？嗯。你也整成这样事儿的了？我的妈呀，这日子是没法过了。老婆、小姨子、丈母娘，一式三份儿啊。你说让我以后跟你们娘仨怎么处啊？怎么就不能处啊？怎么处啊？啊，万一要整错位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们想想吧，我要是管老婆叫成妈，那还无所谓；万一我要管丈母娘叫小姨子，管小姨子叫老婆，啊，那你们娘仨还不把我这嘴撕烂、腿打折、肋不叉子干骨折呀？要不怎么说让你仔细看清楚我们呢？你们仨一样，我敢仔细看吗？我现在就命令你仔细的看看我。仔细看？看。看就看，大不了一死。你真是我媳妇儿啊？我是。你不是我妈？哎呀，我不是。你要是我小姨子，我更麻烦呀。我让你看你就看，你干嘛那么磨叽啊？这可是你让我看的，万一你要是我小姨子，可不带急眼的。不急眼，不急眼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嗯，我是谁？这是我妈。啊！小女儿，我小姨子。什么？大姐的，我老婆这三姨夫，你到底是谁呀？啊！我是你老婆。别闹了！我没跟你闹。老婆。哎。老婆。哎。老婆。哎。真是我老婆。真是你老婆。老婆。老公。我想死你了。你说你们娘仨去整容，我没意见，干嘛非要整成一样事儿的呢？这就是你不懂了啊！要没说你山炮。行，脸整成一样就一样，干嘛穿的还一样呢？哎呀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我们这脸可贵了。人说了，要打折就得穿人这样的衣服给人做广告，半年呢。半年？嗯。半年长得一样，穿的也一样，谁也分不清谁。半年，
妈，我一天都过不下去。不是你老公呢，你看清楚不就得了吗？我是你媳妇儿，我这儿戴着耳环呢。我妹这儿戴朵花，我妈头上戴的是发卡，记住了。还有点乱。我告诉你口诀。嗯，姐戴耳环，妹戴花儿，丈母娘戴的是发卡。来，姐。妹戴耳环。哎呀，姐戴耳环，妹戴花。姐戴耳环，妹戴花。丈母娘戴的是发卡。丈母娘戴的是发卡。再来一遍。姐戴耳环，妹戴花。丈母娘戴的是发卡。这就对了，老公。什么味儿啊？哎呀妈呀！犯糊了！妈，这咋还一惊一乍的？你说，你说这咋整呢？你说，我还是背背吧，别真出什么事儿。妹戴耳环，姐。哎，是妹戴耳环还是姐戴耳环来的？啊？妹戴耳环，看你小子就不地道，你以为我记不住呢？练练。姐戴耳环，妹戴花，丈母娘，啊？记着，就这记着呢。姐戴耳环，妹戴花，丈母娘戴。谁呀？你好。你等会儿啊，我猜猜你是谁。姐戴耳环，妹戴花，丈母娘戴的是发卡。发卡耳环。不是，你怎么三个都戴着啊？你是谁呀？你好，我是送快递的。你也去过韩国呀？我刚从那儿整容回来。啊！姐戴耳环，妹戴花，丈母娘。啊！